近日，山东德州庆云县上塘高速收费站员工王松对路过面包车进行收费，听到后座传来呼救声，立即拦截车辆雇人报警。7月27日，庆云公安局政治处民警告诉澎湃新闻，受害人赵某与王某存在感情纠纷，王某就其他人欲将赵某带至吴地，谢王某等三名嫌疑人涉嫌非法拘禁已被刑事拘留。王松进行收费，听到求救声下车拦截。庆云县公安局政治处民警共图监控视频显示，王松对面包车进行收费时，车内传出救命声，他立即关上窗户，起身前往车前喊人报警，手拿拖把与车上男子周旋，并搬来灭火器放在车前作为路障。从车上下来的一名男子手持棍状物做出殴打动作，此后民警赶到，打开车门发现车上有一人手脚被绑住，面部出血，衣衫不整。7月27日，庆云县公安局政治处民警发给澎湃新闻的关于在庆云县上塘收费站抓获非法拘禁嫌疑人的情况说明显示，7月23日12时24分，庆云县公安局上塘派出所接高速收费站员工报警，发现一辆可疑车辆，车上有人喊救命，民警两分钟后到达现场。经查，12时许，庆云县上塘高速收费站员工王松在对路过的一辆面包车收费时，发现该面包车后排座上有人喊救命，王松立即上报监控室，并将该车拦截，不予放行。嫌疑车辆驾驶员见状立即下车逃窜，后排座上同时下来一人持甩棍对另一人进行殴打，随后赶到的派出所民警和收费站其他员工一道将二人控制并带至公安机关。经了解，受害人赵某与其中一名嫌疑人王某存在感情纠纷，王某就其他人欲将赵某带至吴地，途径收费站时被查扣，谢王某等三名嫌疑人涉嫌非法拘禁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原标题：山东一收费站员工听呼救拦车报警，三人涉嫌非法拘禁被刑拘。